Hello， 大家好，我是格仔，我系旁边咧，今日揾咗一个重量级嘉宾啊，华基啊，仲有成天奴，我嚟呢度顺便学下嘢，搭下爹我。好啦，今日咧，我哋咧就要访问一下华基啊，因为咧佢对日本好熟悉嘛，所以咧就想访问一下咧，之前啊安倍晋三讲过咧，唔会跟美国同英国咧一齐话中国推出国安法嘅，但系而家咧又转态咯喎，佢好似有啲，究竟佢搞啲乜嘢龙溜咧？我哋今日就嚟探讨下呢个问题啦。好啦，喺节目被正式开始之前咧，记得分享、赞好、留言同埋订阅我哋新潮文嘅频道。咁我哋依家节目正式开始。喂，大家好，嗱喺入直路讲呢个话题之前咧。就我想了解下你又四仔又格仔又日本仔咁，即係好容易令人哋聯想到第二樣嘅喎。你係咩仔啊？誒格仔，香港仔，係啊，香港仔，係啊。因為咧，我咧暫時就打住個格遮住個樣先，因為點解咧？因為咧就係想有十萬個 subscribe 先開樣，係啦，明曬嗱喂。大家華記呼籲啊！所有網民睇到條片咧，自己咧訂閱呢個叫做新潮文係嘛？咁啊，當中咧我發覺有啲亮點喎、啊，你個頻道係咩？男型裏邊咧，我發覺有個男神，呢個叫 Santino 咧，好有 international 嘅 feel 嘅。咩 international feel 咧？你睇個款咧，嗱，我哋嗰代人就中意黃敏德啦，再後生少少就中意吳彥祖啦。頭先我同阿 Santino 咧，佢講咗幾句英文咧。喂，佢而家成個吳彥祖咁嘅喎。喂，你點解講英文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我中學嗰陣時候啊，點解話題變咗我嘅？我中學嗰陣時候，加拿大大學喺澳洲。佢英文做，你俾啲網民感受下你嗰啲。High school in Canada, Toronto. Had my university in Sydney, Australia. Been working in Shanghai, Italy. I've been everywhere. 得唔得？咁樣得唔得？How many girlfriend in everywhere? How many girlfriend? No 啦。喂，嗱，講真，阿 Santino 咧，我覺得我喺個男型裏邊咧，佢呢條友真係男神嚟嘅。因為點解咧？佢呢啲咧好受到萬千少女嘅歡迎，所以我哋要有嗱，我話俾大家聽，我華記又肥又光頭，即係啲冇乜女性觀眾緣嘅啦。但係我哋呢個 Santino 喂唔得，你下次我翻去你車邊上下你啲節目啊，可能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嘛，變得靚仔啲。咁我認噶啦，因為為咗多啲等華記上我哋節目啊嘛。OK， 我哋入直路。頭先你問咩話？頭先我問咧就係安倍晉三啊，好似哇左擺右擺咁樣喎，究竟佢搞啲乜嘢啊 ？OK， 你答咗啦，佢咪就係左擺右擺。哦，即係長頭草。嗱，其實就咁樣嘅，因為咧八國聯軍就追討我哋775萬億。50,000,000,000嘅資產啦，即係想告呢個新型冠狀病毒。跟住我哋而家就呢個叫做國家安全法。咁呢度有本國家安全法咧，就而家八國聯軍又夾啊，中美國啊，同埋呢個英國啊夾我哋中國啊，就話我哋咧推咗呢個法例，點樣收窄我哋香港嘅人？喂，我咪香港人咯。我哋都係香港人啦。我哋好中意呢條法例啊，俾我哋有安定繁榮嘅生活。咁咧，其實安倍咧，其實佢咧都係好簡單嘅啫。咁啊，神仙打交，你兩個大國兩個大佬打交咧，咁啊，日本係二線嘅啦嘛。咁啊，大佬，咁佢邊係咁聲啫？咁邊個惡咪跟邊邊咯？咁最近喺尋日啦，如果大家見到咧，就我一陣間俾個相你咧，加落去做效果啦。好啊，畫面就係安倍晉三，佢咧就有一個咧就話開放金融人才，就俾呢一個日本。咁我哋如果喺香港咧，你做開金融業嘅咧，佢而家就有個窗口，佢就話你可以去做一個叫做 working visa， 你就可以喺嗰度逗留啦。咁就係呢一個啦，嗱，咪去呢個。哦，依單新聞我都有聽過。係啦，呢一單新聞係嘛？其實佢呢個咧就想咧就係、是、少少做一個叫遊順劑啦，就係、是、話喂咁啦，我哋而家日本喂嗱，我開放你哋邊個國家安全法唔妥過嚟日本嗱，我哋收留你嗱咁喎。喺我身邊咧有啲男型嘅做金融業咧，佢都有興趣喂華基你日本通喎、哦、喂，我哋過嚟做翻一兩年嘢都好喎、哦，過嚟日本係嘛，食下日本嘢都好啊，係嘛？咁所以就。其實藍同黃咧都 OK 嘅，係咪？即係呢一個條款咧，佢就分唔到你顏色嘅。不過
你有案底就去唔到嘅，你明唔明啊？呢個有案底啦，即係咧，諗住嗰啲搞完事嗰啲過去嗰啲就唔使諗啦。唔係嗱，日本咧，你知一填入境嗰度，你如果你話有案底或者犯過事咧，自動去第二條隊噶啦，嗰條就翻轉頭嘅，係啦。所以呢一個大家要搞清楚先。人哋咧開放咧係俾一啲冇案底嘅人，冇犯過事嘅。如果你踢過保嗰啲咧，你都唔使諗噶啦。即係你咪係跟嗰條叫咩快必定慢必啊？快慢都唔記得咗咩人啦。譚德志佢咪專教人踢保嘅嗰友，踢過保嗰啲都唔使諗。我踢保都唔得，踢保都唔得噶啦，因為你有 record 啦。OK， 人哋有冇問你有冇犯過事？你條友俾人拉咗扣留咗48小時，你同人哋講冇犯事喎，黐線嘅你都啊！即係所以咧，即係大家搞清楚，人哋呢個政策開放俾啲冇案底嘅，跟住你良好嘅人係啦係啦，跟住你頭先就問日本係咩話？跟住唔記得咗長頭草物。不過咧，我想順帶一提，好似咧日本政府咧，從來打官司都係必贏嘅喎，告即係冇人告到佢嘅喎。民間告不到他的好像，所以呢如果想著過去那些搞事的人呢自己想想先、不如講回正題，還有一條問題呢就是呢、其實日本的民間的人怎樣看中國人的呢 okay, 日本民間怎樣看中國人呢 Simple question, simple answer 認錢不認人、真的嗎？麻煩大師不認人，因為是這樣的，即係之前做你有冇啲日本女性女朋友？以前啊，因為而家我知道你有家室。嗱，以前你有冇認識嗰啲日本妹啊？係有嘅。OK， 嗱，我嘅認知就係認錢唔認人。當然你咁靚仔都 OK 啦，但係你嘅認知係點咧？我嘅認知因為我自己太太係日文翻譯級，咁我哋有好多日本朋友咁成日喺香港都周圍食日本嘢啊、中國菜啊，咁我冇咩問題。我個女翻幼稚園都識好多日本朋友，咁大家一齊出嚟玩，咁你知道日本啲師奶中意聚埋一齊啊嘛，我老婆又join埋一齊，完全冇感覺到佢哋唔同性格嘅日本人會唔中意我哋中國，我完全感覺唔到。咁但係咧又話有個調查，個調查話超過80%日本人都憎我哋中國人嘅，我真係睇唔到喎。去到日本你嗱，大家一齊去日本玩，我又見唔到啊。其實佢個調查係咁嘅，佢調查咧就話。在日本的香港人有80%咧都唔中意中國人，你係咁樣噶個調查係。係。係啦，點解咧？因為我哋香港華記茶餐廳喺日本有6間嘅，咁啊開頭我好受人哋歡迎嘅，但係佢一知道我係支持我哋嘅祖國同埋支持香港警察咧，佢就全部反曬台，而家全部當我細仇。我而家行出嚟喺日本咧，我就係一個咧大魔頭。在日本居住的香港人呢有80%都是看《蘋果日報》的，所以他們有80%有都是被人騙了的，但是問題是他當然是這麼大個人不認自己被人騙了，是的，很愚的，他就覺得自己是、有一個叫做、思維和認知常識，他覺得《蘋果日報》說的是對的，所以呢他就反共，所以在日本居住的香港人聽清楚，在日本居住的香港人超過80%都是黃絲來的，是的，所以就係、是、當地就冇乜嘢。日本當地就認錢唔認人咯，係咯，係啦。五個大字講咗。同埋不過咁，日本人係好有性格嘅。佢咧係冇黃金簽證嘅，知唔知咩叫黃金簽證啊？唔知啊。黃金簽證即係你用錢買到護照叫黃金護照，黃金簽證。美國得唔得？係，我唔知啊，得唔得㗎？得㗎。加拿大得唔得？有錢就得㗎啦。澳洲得唔得？移民啊嘛，係啦。投資移民咯。投資移民咯。係啦，係乜都得㗎嘛。是日本不行，日本是不可以用錢買一本護照，不過這樣兜個圈可以，但是直接呢全世界都有，是日本沒有，他們是一貫排外的，他見到你是黃皮膚黑眼睛，他分不到你是台灣人、新加坡人、澳門人還是馬來西亞人，他不懂分的，他只知道你 是黃種人而已。他有一種人他很喜歡的，就叫美國人，只要你是 come from America 的男士，通常美國佬是很鬼大隻的嘛，是啊，那些日本妹就很鬼喜歡的，即是黑白都是的，黑就未必，你黑得就是那些太恐怖了，那些假妹就很卡哇伊的嘛，Santino 這些去到有運行了，哦，去到有市場的，有市場，你去到呢，如果我跟你去六邦旗呢，分分鐘連你在這裡我都有運行，哦，有咁嘅事。不過我唔識日文嘅。嚇？
華光生意做到咁成功，唔識日文嘅原來。唔識日文嘅，係啦，完全唔識。不過我企喺隔離應該有運行嘅，即係起碼有杯嘢飲下啦，即係唔使食檸檬啦，可能有件橙食下啦咁咯。喂，下次 plan plan 喎，咁樣可以嚇。唔使下次啦，一通關就 plan 過去啦。係，係會有諗啊。我哋下次喺綠邦傑做節目。其實我哋今日特登揾阿華記嚟做節目，主要原因都係想希望去日本有個照應嘅啫。係啦，係主要目的就係咁。主要目的嚟。此時此地，我哋今日講嗱，你哋咧一大隊嘅箍，你哋都好多人手啊，幾多人手喺度？成隊箍，我請住宿 ，OK， 機票你自己搞掂嚇。好嘢，好嘢，住宿就我嘅，你東京又好，大阪又好，住就我嘅，食就食自己。好。係啦，淨係住就住我嘅。啊！飛機都係食自己啊，搭飛機同埋啊茶煙飯都食自己。OK， 好咁，最後一條問題啦，就想問一下咧，有啲人即係其實同頭先有啲似啦，想去日本發展一下、或者讀書做嘢、移民，其實好唔好咧？你自己覺得？我咧就好中意咧喺日本請一啲咧留學生，包括係中國啦、新加坡啦、台灣啦同埋香港。係點解咧？因為一個人去到外國留學咧，你個自理條件同埋嗰個獨立嘅能力咧，係必須要好強，即係你嘅自理能力好強，你係頂得住孤單，耐得住寂寞，可以忍受到咧所有面對嘅一切都係一個人面對。你問下Santino，你嗰陣時讀書係咪一個人嘅？係。喺邊度？我周圍都自己一個人去。最細嗰年去邊度讀書？最細去讀中學咯，加拿大係。加拿大 OK， 一條友面對啲咩？中學嘅時候。冇乜嘢。有冇俾鬼仔打？係冇嘅。咁犀利。不過我就成日打人。咁犀利。我都有少年輕狂嘅時期嘅。咦？如果而家你係後生廿年，你係勇武嚟嘅咯喎。其實我而家都想出去打啊，不過我哋香港係講法治嘅地方，所以我哋唔會出去搖事鬥非，係嘛？喂，你咁好危險㗎！你千祈唔好話出去打，我哋和平嘅，好鬼狼㗎啲勇武。雖然而家有汗出冇糧出，咁但係佢有陣時有啲獸性嗰度埋沒唔到㗎嘛。咁係啊！一下認到你咁靚仔，我唔抵得呢條友咁靚仔，打佢咁樣，咁你都好大鑊㗎。啊，你小心啲啊嚇！盡量克制啊！你同我黐埋咗，佢好大鑊㗎。你就打格仔啫，係啊！喂，你幾時開啊格仔？10,000 subscribe。而家幾多啊？而家67,000嘅啦，應該。一個禮拜幫佢開佢，開佢樣，幫手頂兩場好啊！冇理由啊！啊，10,000就開埋你樣。其實已經開咗阿大眼個樣噶啦，大眼就喺呢部機後面。大眼佢真係戴住副眼鏡都係認唔到佢嘅喎。唔係開咗啦，開咗啦，有啲節目開咗。開咗㗎啦，係啊！佢本來以為遲啲嘅，點知啄一聲，第二日就50,000啦。喂，呢條友咧一落到去啲現場咧，佢直情係嗰只中學生嗰只嚟嘅。因為我做住卧底先嘛，諗住而家。係啊。而家都仲有卧底做啊。係啊。喂，下次不如咁啊，落去現場我拍你啊。喂，可以喎。我俾人夾嘅時候咧，喂呢件我嘅，我夾咗佢先嘅，等我用佢，咁你保。去第二度，唔係你周星馳，你下次攬住我，喂，我係新王嘅，嗱華記我攬咗啊，你哋唔好過嚟，咁樣好喎。可以玩下，可以夾下，可以夾下。喂，咁要揾埋阿 Man 佢，唔係，不過唔得，阿 Man 太異形啊，太異形佢，佢哋喺我隔離，係啊，佢哋喺隔離。一間到佢嚇，係啊。OK， 我仲有冇嘢啊？冇啦，冇啦。好啦，最後一個緊要嘅就係訂閱新潮文，因為呢一個係。男型的男神又擺我上台OK 拜拜拜拜